哎，西来红心啊，不啰嗦啦，先订阅蔡阿嘎三个频道，然后在底下留言了啦。抽奖，我们要抽出蔡桃贵人生的第一幅画，哇！赶快哦，订阅频道在下面留言哦，蔡桃贵人生的第一次作画，十张送给各位。哎，西来红心啊，欢迎去看蔡桃贵成长日记啊。为什么是在主频道出现呢？副频道不能留言。对呀，我没有办法办抽奖啊。我们副频道到现在还是被锁留言，妈的，搞不清楚状况。今天就是要让蔡老贵挑战他人生第一次画画。因为我们看网络上有很多那个小朋友，他不是用什么水彩笔啊、画笔啊，就是用这种玩具滚筒，然后手在那边乱印，然后整身都在乱七八糟的。不过没关系，那是小朋友颜料啊，对，比较没有伤害小朋友皮肤。我们要看看他到底是在作画还是在作乱。来，来铺这个画布啊，来 S 的啊 ，S 的，等等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你就可以开画展赚钱。身体作画不错，哇！是手手，手手，帮你爸做，再加一个手手，好吧？稍微看起来像什么？不要！妈妈红色，蔡老贵都没有弄到红色。你加了一点白色颜料，要拍到他吐奶吗？再突然画来他吐奶，太棒了！第一次的作画，掌声鼓励给蔡老贵。棒棒！我是在作画，不在作怪啊。蔡老贵的画作完成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对，每一张就这么独一无二，绝对全世界没有第二张。第一次作画这么有纪念价值，我们不藏私，抽出十张送给喜欢蔡老贵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十张啊！订阅蔡阿嘎三个频道，我们下面留言，我们要抽出十张哦，搞定哦！这以后我们开个画展，他说好吗？好，一张给他卖2000块，好，好哦，帮你筹学费，卖完继续加印，好像不错哦，希望未来的台湾的朋友可以在故宫看到蔡老贵的第一幅画，好不好？这边展出，棒棒，拍手！好棒啊！好爽啊！